我是小妞。最近大家都在玩超夯的 Pokemon， 我家也有 Pokemon 啊。其实有 Pikachu 跟我玩就够了。今天我要来介绍热腾腾的三种稳定器，等等就来看我的开箱介绍吧。终于拿到我们的三轴了，那来开箱咯。里面有保护卡、说明书跟 DM， 传输线一条，锂电池充电器跟防撞海绵，两颗锂电池跟配重砝码，再加上我们的 smoothie。现在我们就拿手机来实测吧。先把手机夹在三轴上，在握把的右侧有 Power 键，按下后在中间的多项按钮轻压几秒，三轴就开始工作啦。刚开始使用三轴不太上手，但多使用几次就可以抓到拍摄的手感啦。哎呦，我怕高，我先回家等你们咯。以上是小妞的简易开箱介绍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快点帮我按个赞啊！谢谢大家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